我去到我去啊，搞的什么狗杂事嘞？小点队啊！我，那你咪给小狗弟哦，你咪弄个偏偏出去。是啊，你顾他个一空的啊，顾青也无出现在我面头前哦，我只想当作伊死的嘞。包。这个，是吗？哎，大哥大呀，你是一天到晚拢无代志做哟啊？你都干那样咧，手机的身边咧，咪顾想吼。这个，我是专工陪小青来找你的啦。 骗死啊！为了手机也唔是唔知影，如何过来找啊？阿麦咧，今天去打啦。这个，这个，秀清哦，已经失职啦，啊，今仔专工哦来甲你休息啦。小亮，啊你有影个石头路啊？嗯，这甲今仔日啦。哎呦，即摆头路真歹找呢。你看，迄电信局哦，干那要招考几啊工人，啊，你规千个去报名。 甚至哦，连那什么大学生啦，后尾就破事啊，拢去应征了。啊，你遐就做了好势好势，都继续做了就好啊，谁那要死掉啦？小金，是不是有落去有人甲你欺负啊？若是有人甲你欺负，你甲阿伯讲，阿伯甲你的武装是捌字的啦，我若一通电话欺负，大行代志我超甲平平平。阿伯，多谢你啦，无啦，无人会欺负我啦。啊，既然无人欺负你，就好我拄仔做了就好啦。 我是想要去换别行头路。即卖外口的景气哦，歹较靠白哦，迄外侪人无头路的呢。你若咧遐做甲袂歹，你就继续做啦。你若随离开遐哦，啊，敢找别行头路？阿妹，其实哦，我是想要离开这个所在。是安怎啦？既然倒倒来，无必甲抱转来，啊，住伫遮，心肝会放袂落啦。啊，我过去来别位啊，无看到。 无惊人心，迄是你疼北长生的囡仔呢。着算讲你去到天边海角，照常的想囝，同款放袂落心啦。就是讲咩，我咧讲啦，你即摆离开遮吼，三工，你着随我锁转来啦，要信无？那啊无咱来吵。我是下定决心哦，要甲倒倒来侯春伯阿姨娶啦。 所以我才会要离开这。今日生啦，明仔一定要离开这吼，啊死口才咧外口一直想囝想囝咧目屎流目屎滴哦，你又莫讲阿爸唔捌甲你苦劝过吼哈。小天啊，啊咱九二一了后，你着拢无亲情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我甲恁阿爸吼是甲你当做要去个查某囝共款呢，你着待遮就好啊，啊。啊，我要去台北找阮大伯啊。 秀清的心情哦，我上了解啦。伊若阁留伫咧遮哦，无离开哦，绝对哦，逐工不管事哦，伤老大啦，迄加艰苦啦。伊若想要去台北哦，就是要甲老大放互飞机。大哥大啊，你是要缀秀清去台北游啊？无啦，我要送伊去坐车啦。啊，我是想讲要留伊下港哦，甲阮老李送的钓鱼仔场斗相共啦。你困死困咧，都不做真正要甲载落哦。 啊，今仔拍客户噶？倒！我甲咱看伊寒天时，甲咱放个海钓场来做，我也知伊无生理读壳啦。做生理，三年五年呢。粗皮相啊，无你即马是咧心酸，还是咧怨妒？我咧替多本做可怜呢。阿伯阿母，多谢恁这段时间哦，请你甲我照顾、关心我，啊，搁有啦，为着囡仔，搁害恁来操烦，歹势呢。 这个代志哦，我无超教，恁母仔囝团圆哦，讲实，我实就怨叹嘞。阿伯，您莫咧讲啦，可能是我家己甲囡仔无缘，这条路是我家己选择的，一切后果我爱家己负责。您莫怨叹啦。好啦，既然你安尼讲哦，我无意见啦。啊，你若离开这了后，不管你去到倒了，卡就用电话甲阮讲啊。 哦，哎，有放心嘞，啊，你若出去外口，有啥物困难哦，放心，做你转来，阮家的门哦，不管是拢开开等你吼。啊，你倒单啊，你倒门做遐，我伫个啦，我绝对甲顾条条，哦，绝对会用哦，时间你哦，肥肥肥，水水水，哈。多谢阿伯。好啦，大哥大啊。
上秀琴上山头哦。无啦，上秀琴上车头，你得亲目睭看到伊上车，才使转来，知影无啊？我知影啦。啊，想到以后，这是台湾头，啊，这是台湾尾啊，想到到底哦，那脑梗哦拢甜起来。大口袋，相见不如怀念。你甲秀琴若真正有缘吼，就算讲人走去天边海角哦，伊上尾嘛是会对你。啊，你若甲伊无缘吼，就算讲你逐天甲念条条，从天尾嘛是缀人走啦，晓得不晓得啊？晓得。经过这段时间哦，我甲秀琴啊，真正爱靠缘分啦。这个代志哦，命会变强的啦，一切随缘，顺其自然啦。哟哟哟哟哟，大。我一个水某的，这份就是哦，海钓场我甲伊拍的合约书啦。这每一条拢写明明、徛停停，逐条拢总对咱有利的啦。安尼你有欢喜无？你好，我就好啦。我上介好是莫插伤济啦。啊，无白日这海钓场若做袂起来吼，到时阵拢怪为我遮啦。你卡屁！还袂做咧，就咧甲我拍七岁。喂啊！海钓场已经福利社哦，怎啊，互你专权来处理？啊，拄则我摕予你迄张吼，迄就是清点单，你啊收好好势哦。啊，看福利社内底吼，你有想要搁卖什么货，你家己发落着吼。杜三，我想即摆寒天到啊，要伫福利社遐卖火锅料。杜三，即摆人客鱼啊，若是钓起来吼，啊要煮砂锅鱼头都有通用啊。妈，啊你我看咱福利社哦，爱买几个迄种迄古早式的，哦有烟筒讲的，内底烧火炭迄种火锅卡。哎呦，天上啊！啊人迄来钓鱼的人煮火锅，毋才煮一摆，人甲你买迄火锅卡是要创啥？加顶地啦！做人啊，做人当遐煮火锅啊！啊做人一摆是会当收偌济？根本都咧赶人客的嘛。啊无咱借因哦咧煮火锅，啊咱来卖火炭。啊，想东想西啦，边边遐有水无难干的，啊，一间海钓场遐尼好哦，啊，要甲改做做火炭行了。哦，我你讲啦，你著爱近阿海啊吼，来学讲吼，这钓鱼的规则是要安怎用？你甲看嘛，咱迄鱼池啊边的栏杆拢足悬啦，啊，内底螃蟹大螃蟹，人咧钓鱼的人吼，弄出来囡仔大细鱼，啊，囡仔若较作个了，啊，倒啊海，倒啊耍，啊耍耍啊拖唔者，少个鱼池啊钓落，咱来共陪呢。去研究一寡吼，看有啥物安全设施吼，研究着较要紧。Yes sir， 爸，我知影。先生，你莫答辩吼，就讲你知影啦。你最近吼对我无头神的，恁老爸甲你讲吼，啊，这咱厝的所有地砖都甲换换，哎，计好无要无紧啦。搭恁轩轩啦，常常塞台摩托车啦，啊，起起扣扣吼，常常搬甲大空细。阿母。我之前迄间店，你请去后壁迄间房间的时阵，还佫剩一块塑胶地砖啊，要不我才摕来倒烧天啊？卖，迄旧的物件拢卖甲摕转来，拢去甲建新的，每一间拢甲铺新的落去啊。铺好是了，佫咸拍啦，逐路外去金金金安尼，我安一边敢若行，迄查某囡仔吼，若穿裙的吼，行过吼，敢若看人地板砖，就知讲伊是穿甚物色的内裤。那是你银沙笑，啊！唔惊银鸟的目睭人扑出来，就安落去。那厝内面嘛，佮干那你月英啊两个查某的尔，啊！恁两个拢常常穿短裤，你若看会着啦。啊！咱先生敢袂大汉了，伊若大汉就会穿裙啦，到时毋是看现现。听讲咱先生若大汉会穿裙的时候，遐塑胶地砖拢无去啊。那讲到迄啰笑话啦，冷叽叽啦，就是要结冰嘞。寒人到安尼，你是要讲感冒吼？无啦，母啊，爸你讲话足幽默的啦，迄是你听无尔啦，牵拖。爸若讲嘞，我转台湾啊，拢嘛笑眯眯嘞。哟，宋哥，哦，感谢嘞，敢若你咧甲我捧场尔。安尼吼，恁爸若是往西方的时阵哦，我绝对放一挂吼，负责乎你。啊，你甲外个两个毋是要看恁丈人，啊，搁坐遐无进去。哟。使回客啊，爸母啊，阮来啊啦。啊，等下，我讲哦，
这车开去哦，啊，较袂干啦。啊，你会记得看恁丈人看煞了吼，都爱去捡恁塑胶地砖。啊，因阿妈若无要转来食，都爱敲电话转来给恁老母，莫啊定定给伊安煮到规桌顶啦。当然是要落军咯。Yes， 我知，我来去啊。好好。哎，李生，李先生，你过来。来，快点，别来。好了，较细点嘞。慢点啊。李生，何先生，李生，啊，你去钓鱼场拍几号？拍好啊？我当时开始上班啦。你老李生拄仔在伫烦恼啦，哪有让你去海钓场上班吼？像你这种情况来洗碗我吼。唔通阮两老若无伫，一个啊海钓场的遐，你偷好去卖。不会啦，何巴桑，这摆是为着秀金啊呢，我唔才跳出来哦，为讲话啊。秀金啊，阿莫你别出来坐啊。秀金。阿姐啊。何巴桑，何巴桑，秀金哦，要离开这个所在。要离开之前哦，是要看老大啦，唔知恁肯无？还是讲秀清啊？啊，你若离开咱这个庄仔头了后，潮州迄头路你唔就无爱食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我想讲来台北找阮大伯啊。是要去找恁翁的大兄哦，啊，伊是伫咧食头路，还是做啥物事业哈？较早伫咧台中是咧食头路啦，啊，过今嘛我都无清楚啊。啊，你敢有伊的住址？我有伊的电话啦。哎呦，啊，他有电话无住址，要哪找有啦？你是咧白目去哦？人讲路伫咧嘴的啦，既然到有电话，伊煞袂晓敲电话给因大伯啊，讲问看伊住伫倒，伊就去啊。何先生。哦，你逐摆讲我讲，我看无影哦。哦，大家只加看卖。哦，爱婆啊，你伫住伫我家，安尼甲突出几样代志啊？啊，佮恁欧巴桑安尼无大无小，伊无大你年嘛，大你月，何事咧？阿婶，阿母我唔拜。甚物阿婶我唔拜，讲好。阿伯我唔敢啦。准备啊，歹势啦，爱婆安尼做哦，拢是为着我。我若离开家，有啥物代志较袂晓的吼，麻烦你小教教咧。爱婆啊吼，这个大口袋吼，伊甲阮天宝啊两个袂输，敢若换贴兄弟啊咧啦。我是将伊当作囝共款啦，莫讲甲教啦。若出事哦，要滚啊起来甲讲我就教。阿李生，我若做唔对哦，出你教死啦。小弟。你即摆特别离开这个所在，我是咧想讲吼，你若离开了后，老大怎啊留伫遮？我会家己请养互伊大。啊，无你即摆也无头路啊啦，啊无啥物势头啊，啊出去嘛着要找。啊，一个囡仔吼，若对你身躯边吼，会甜甲惯手。啊，无要紧，你吼若有想要看老大，三番两番吼，你出去活动来这个所在甲看。还过一项代志。就是老大甲你的关系，我暂时拢不爱互伊知影，因为伫伊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绝对莫互伊知影讲伊是一个无老爸囡仔。安尼阿爸伊若伫读册的时阵吼，则袂去用笑，则袂影响到伊的心理，伊才会当伫个正常的家庭的环境当中，自然长大成人。安尼若有想到老大，做你倒来甲看。该当若爱护你甲老大孝顺的时候，听甲伊长大成人会当自力更生的时候，我都会互你孝顺。阮有剩的吼，捡到老大的时阵，爹伫咧讲，人比人气死人，一样米饲百样人啦。恁有剩爸，养一个查甫出是养家。啊，哪有人讲啊生一个查甫囡仔，啊，搁这么古锥，啊，你忍心讲要甲单调无爱的？迄个时阵吼，阮就想讲，啊，若一年以来吼，无人来生肖，啊，阮就要甲入阮的户口。
剩的哦，听这个老大是爱疼命命的。讲实在啦，伊疼阮先生的心吼，无咧疼老大的一半啦，把伊当作是家己的囝同款。你做你放心啦，你若囥伊遮，互阮饲吼，我一定吼好好甲惜，啊，甲伊请阮中大仙人啦。啊，拄则你有村边嘛在讲呢，讲你若想要看囡仔吼，三不五时都一定会倒来倒来甲看，吼。你著从这个所在哦，甲当作袂输，敢若你后头厝，爱倒来你就倒来，爱倒来看看，倒来先生了，对个，吼。王小姐，这位陈律师是咱病院发的顾问。你好，请坐，律师卡。遐坐啦。谢谢。王小姐，是安尼啦，林院长要去美国进前吼，已经有写两份的委托书啦。麻烦你小看一下，若看有啥问题吼，你签一下名。对今日开始吼，你就是浙江病院的院长法定代理人。病院的代志我也唔捌啦，我要留迄个材料处理啦。这么大责任吼，我担袂起。王小姐，你放心啦，院长要出国进前呢，伊有特别甲我交代，我尽量甲你协助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早就知国庆会安尼做？其实我嘛无啥了解，我只是感觉怪怪。我只是一个副院长尔，我嘛无方便问伤济啊。郭小姐，若无啥问题吼，麻烦你签一下名。是啊，这是院长特别交代啊。这份你留的，这份我保管。只有两张批啊，一张是要给你，一张是要给杜先生。伊哪会直接寄给我？有一点仔代志吼，委托我处理，所以把证件和资料拢寄给我，啊，内底这两张批，我照伊吩咐安尼做，其他我无啥知影。多谢。吴小姐，以后若啥问题吼，你随时打电话给我，我会全力甲你斗相共。歹势，我先来走。刘霞，我先送两个陈律师出来，吼。小姐。再见。英弟啊，我人伫咧美国，无住伫咧厝里。现在是在病院受用，过几天了，就要做化疗了。这个所在有全美国最好的医疗设备和最优秀的医生，请你放心，再过半年我应该就会好。我对自己有很大的信心，希望你也跟我同样。把自己一个人放在台湾，嫁母回来美国，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请你原谅我。但我会安尼做，相信你应该能了解。英弟啊，我要向你强调的就是，我绝对袂放弃家己的性命，更加袂放弃你。所以，希望你也较乐观，袂用一味伤心。半年了到，我随回来跟你结婚。希望国庆无变卦。国庆祥和。啊，你看我要创个啦，挂杯啊。我是咧看你气色啦，你看，你就国庆爱消息，规个人安尼花头喜面，我怎会讲见面安尼？
几人啊意气消沉，失神失神。自从国清去美国了后，我心情无一间好个。今仔接到国清的话，我才有较平静。伊甲我讲，已经带去要美国上大上好医疗中心咧做治疗，叫我莫烦恼。伊讲伊对家己最有信心的，佮讲半年了后要等来跟我结婚。我伫想，两个真心相爱的人，一定会互相思念，互相有感应。我若心情歹、悲伤、痛苦，一定会感受到。所以，我心情爱放较轻松的，看较开，安尼较袂影响到伊的病情。对啦，安尼就对啊。咱就是爱对国清有信心，就敢若伊讲的，伊半年后就回来娶你啊。半年后，阮内骨的脚也差不多好啊。到时阵哦，我带你囡仔去参加恁的婚礼，好。各位也想写俾我。